们对什么有没有参加过？全班只有他啊，证明，说一下，证明一下，是不是？好啊。好，哎，证明了哈，因为他上过我的课，他上礼拜上过我的课哈。那今天换你们体会一下哈，但是我上课有几个规则哈，看一下来。第一题内片来，一内片来。最讨厌的是，因为我就不想被人家笑，那我不想被人家笑，我也不希望怎样，人家就是哈，让你知道嘛。对，啊，第二个来，第二面，第二个。他说没关系，有本去尝试。对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数学课很多人很讨厌，也很不喜欢，也很怕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徐老师的数学课是这样，我的数学课你答错都没关系，没有一个人，我要告诉你哦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数学都不会错的。一定会错，那错了没关系嘛，反正我还在学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最后把它学起来就好，那你懂意思吗？所以我等一下数学课你答错都不会扣分，啊也我也不会骂你，啊也不准人家笑你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如果有人笑你，我会叫他怎样？对，跟你说对不起，让你舒服一点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了啊、哦，好，所以啊，但是我很讨厌一件事情，我很讨厌站起来不讲话，所以我不会等你啊、哦。比如说我等一下会抽签嘛，第三组，那第三组。我的习惯是这样，我先讲哦，第三组是他们，对不对？那你们都不用举手啦，因为你举手没人用，我就是乱点。我假设点啊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是假设，你又开始说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样子就，我现在很正经的讲，观众你就不要笑，这样子。好，假设我点他，他我会尊重他，他如果不想讲，我就走人了。但是答错不会扣分哦，他答对了我就会给你加分，这样知道吗？但是。他如果有讲话的话，你们就有救援的机会了。那你懂意思吗？哎、欸，他就算他讲，比如我问你，二加三等于多少？他有讲话、啊，他说二加三等于十。好，那我就问他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同意吗？那、啊、你就可以救他了，这样子啊。可是二加三等于多少？他都不讲话，我就走人了。懂我意思啊？所以你对，那、啊、你怎么讲的呢？啊，我会问你问题，也会让你先讨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啊，但是讨论的时候有一条规则，哎、欸，现在拿笔的都把笔放下来，哎、欸，我们会先让你讨论，讨论的时候不要动笔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要讲解的时候，你要拿笔可以，但其他人不要动笔。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，我就会问人了，这样知道了啊、哦？啊，他你我再讲一次哦，答错没关系，只要你有讲话，别人就可以救你了。然后我再讲一次哦，我上课是这样哦，譬如说他讲过话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会再叫他讲了。一二三四五个人都讲过话了，全部活起来就可以再讲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啊？比如说，假设他是他们组最厉害的，我现在随便讲，他是他们组最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随便猜的。阿丁，阿雷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哦。他有很多答案，他有很多想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拍谁啊？他讲过话，他就不能再讲了，他一定要等到其他四个都讲过了，你就再活起来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哦，懂了啊，所以你也是五分之一的机会。每一组都一样哦，所以你如果有答案，那赶快告诉什么同学。啊，同学如果有讲话，哎、欸，你就有机会了，这样懂吗？懂我意思啊？好，就开始了哦。来看第三题面片。除了答案对，还要说清楚。啊、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刚刚那题，二加三等于多少？五。啊，你讲五，我不会说好棒棒棒棒棒，不会。我会问你说，二加三，哎，五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所以你要告诉我五怎么来的，这样懂了啊？哦，所以不要只有告诉我答案，你要告诉我原因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好，来第四题，第四题。不只是厉害，还要同学会。我刚刚讲过了哈、哦，你很厉害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同学都没有讲话，我就不会叫你讲，懂意思啊？就每个人都平等的，在我们班上数学课都平等的，所以一定要一二三四五，全部都讲过话了，就全部活起来，就可以再有一次讲话的机会，这样懂了啊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欣赏谁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看看这一节课谁表现最好，谁表现最好？我问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觉得谁表现最好，你就欣赏他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要上课了，来，来认识比例，来，用看的就好了，用看的就好了。知道了吗？我的答案，来，好，讨论一分钟开始了，等一下不准了哦。弟弟哦。对对对，最下面，最下面。题目在黑板上，就在上面喽、啊。题目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第三题，第三题。
只能够一组有一个人拿笔哦，其他人不能拿笔哦。一组一个人拿笔而已哦。哦，你们两个人就犯规了，看谁要拿笔就负责讲解的啦。你不用担心啦，因为有救援机制，所以你讲话没关系，这样等不到。他最怕你不讲话，我就会等你五秒钟，你不讲话我就走了，这样吧。来，因为抽到你也不容易嘛，好，来，我们要抽签的哈，来。哎，我题目在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来，人体的血液这题，这句话念一遍好吧？人体的血液。如果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人体的体重，你觉得它是几份？你觉得人体的哎，还没抽到你，还没抽到你。好，第一组来，好，第一组，来，第一组我随便点人了哈。好，那就是你了。你觉得，来，你会把它想成几份？第一，人的体重全部是几份？你觉得？有听到吗？有哈，十三份哈。那你觉得血液占几份？十三份里面的一份。一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它上面有写三分之一。哦，因为上面有写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哎，讲的好不好？好。上，哎，鼓掌三下就好，一二三，三下预备起。来加一分，好，加一分，自己记起来，好，加一分，好，记起来，这里加一，加一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但你不能讲话了，没有，你要等这四人都讲过，你就火起来，好吧？好嘞，给他讲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因为上面有写嘛，比例十二分之一。好，来下一题哦。哎，请问那个十三分之一，如果我想要让你用数学的算式算出十三分之一，有没有？答案已经写出来了。前面呢，要用加减乘除，你觉得要怎么写才会变成等于十三分之一？开始讨论三十秒。三十秒，三十秒。抽一张，好，打开，打开，大声抽。第四组吧。哎，我点的，好，那就你了，好吧？我就你了。我讲错都没关系，有人会救你来说。一除以十三。前面有听到吗？有。你要不要讲完整一点？好，一除以十三分之一。可以啊，但是没有嘛。你第，我觉得你第一次讲的跟第二次讲的有点不一样，你要不要再讲一次？一怎样来？一除以十三分之一。一除以十三分之一。哎，停。我非常喜欢你，但是你快要犯踩到我的线了哦，你知道吗？同学讲任何答案，拜托你都要尊重他的答案。谢谢你，坐下。你刚讲，停。一，你刚讲一除以十三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同意吗？同意啊，同意你要讲话，不然没讲话走的啊。同意。啊？同意。同意哈，来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啊。不同意。不同意。等一下，你们刚刚有讨论吗？停，哎，停！不要踩我的线，真的不要踩我的线，好不好？人家他们很认真在回答，对不对？不管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？数学不会或对跟错没关系，但最主要搞懂，最后搞懂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刚刚的讨论是，你讲多少？你讲了吗？你觉得应该一除以一又分之一分之十三。哦，一除以一分之十三呐，那一分之十三是多少？十三。啊，十三，那你就讲十三就好。为什么你要写一分之十三？来，你说说看。你同意吗？你同意？你现在同意是除以十三，还是除以一分之十三，还是除以十三分之一？你觉得除以十三分之一？哇，剩一个五秒，来，等一下，
我很好奇，真的徐老师很好奇，因为我走江湖这么久，第一次听到一除以一分之十三的，你为什么要写一分之十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写一分之十三？你是要为了颠倒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啦，哈，他是为了要颠倒啦。你们听懂不懂他为什么要写？你懂吗？就像那个，我就很好奇，因为我觉得一分之十三就是多少？十三。那他就写一除以十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他是为了等一下要怎么算？这个等下怎么算？四个人觉得是一除以十三分之一对，还是一除以十三比较对？啊？多少？多少？再讲一次啊！没关系啊。你觉得先，你要不要改？一分之十三的，我跟你讲，很少人会讲一分之十三的，所以就直接讲什么就好了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我给你十三元，你爸爸会不会跟你说我给你一分之十三元？对，所以评委不要想了，叫我吧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少会讲一分之十三的，知道吗？所以直接讲一除以多少就好了，十三就好了。好，来，所以你觉得是一除以十三，还是一除以十三分之一？我先问你，十三哈，这样同意了哈。好，那感谢你啊，最后你把他救过来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，加一加一。所以，你们的答案是不是也一样？是吗？来看答案。好，一除以十三，对不对？如果像刚刚一开始的答案，一除以十三分之一是多少？十三。对，一除以十三分之一，答案是多少？十三。十三哦，就不是我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对。幸好，你把它救回来。不过他们因为这里五个人都讲话，所以全部都火起来了。这五个人都讲过话了。可是等一下，你讲的时候你要认真听。我可能等一下不会问到那么多人哦，我可能就问两三个哦。幸好你最后答对了，告诉你好了。来下一题哦。那我问你哦，这里面一是代表血液还是人体的全部？一，你觉得是血液还是人体的全部？血液对不对？对。同意哦。那十三代表什么？人体的全部对不对？所以谁是部分，谁是全部？一是部分，第二一是部分，然后十三是全部。哦，所以前面的一是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三是全部。所以，现在有没有人知道比率怎么算？十三分之一就是比率吧？十三分之一是人体的血液占人的比率是多少？是十三分之一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人知道比率怎么算？有一个。你说。他讲过了。可是你们其他人都没有会啊。你们先不要讲。他说不用举手。对，等一下。好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哈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用抽的啊，公平用抽的。还是好，你讲过了。六，来第六组。来，哎。啊，就你了，来，你说。其中除以，这里面没有其中，用部分还是全部啊？部分除以全部。哦，部分除以全部会等于什么？等好比率。非常好，部分除以全部等于什么？来，掌声声下来，请。答对了啊！来，加一分，加一分哈，加五分哈，来，好。接下来更难的来了，越来越难的哦。讨论开始。只能有一个人拿笔。
考人了，停！你还有不太会的举手，快！我要让你求救的机会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再给你一分钟，赶快，开始。一个人拿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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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拿笔
了，拜托你会用这对面这张全白的代替方法。来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同学，你还没有，我会再给你时间，没关系哈。我现在因为刚刚我发现我们这一张是考试卷，所以等一下讨论的时候，拜托不要写在这一张，可以哈、哦？讨论的时候写在这一张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比赛的时候，你将这张要把它折起来，不然就作弊了哦，这样懂了吗？你刚刚讨论的那个要把它折起来。好，还要再讨论的举手。好，再讲，快点来。掌声在下，有请。再加一分，来，我给你鼓掌，给你鼓掌啊！
三分球的射手，所以你们要去全世界帮我找三分球的射手。现在有三个人在同一场比赛，就是姚明、周琦跟苏豪这三个人在同一场比赛哦。周琦，哎，他们投进的球，现在你要打电话告诉老板，你要建议老板把谁签约签下来。嘘，给你，这样懂题目的意思吗？懂吗？好，一分钟讨论开始了。来，一分钟哦。你要讲为什么？要讲为什么？不废话，当然讲为什么，刚刚都讲了吗？三分球，你要买
看谁最厉害了、哦、大家都全班都躺在这里，没办法冲出去。不是，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？哎，好像要签两米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签两米会被老板开除？为什么？可以计算，那就不用计算啦、啊。对啊，完全不用计算啦、啊，甚至都不知道。跟刚刚他讲的，我们这现在在学什么？我们在学比例，对不对？那比例怎么算？比例怎么算？部分除以全部。对，部分除以全部。好，那还没有想到吗？你又是你，已经第几次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听懂他讲什么吗？你觉得同意吗？对啦，你再讲清楚一点，来，你再讲清楚一点，来。哦，他几次革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革命了几次？第四次才成功，对不对？恭喜你答对了，来讲解他的听法。他没有说出他们三个每个人各捅几颗球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的比例是多少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三下，感谢。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万一姚明哈、哦，他投100球才进9球，啊，万一那个明珠啊，他投6球就进6球，那你打电话告诉老板签姚明，老板会不会把你打死？不会。那、啊、你懂没的？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懂了没有？所以我刚不是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学什么？学比例，自然你知道比例要考虑什么？要考虑全部嘛，还要考虑什么？部分。部分。对对。哦，所以刚刚讲的很好，来加1分了哈、哦，来。来，那现在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来这样来看你要这次来，你要推荐老板谁？还是在讨论的哦。可以哦。一个人拿笔哦，等一下，这一题是要全班写的哦，所以讨论开始哦，来。一个人拿笔，一个拿笔，其他的等一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赶快听哦。好，三个的话，你同五，那怎么办啊？十二，十二，十二。
可以比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他让他们讲谁？都是不是？对。还掌声在下面，谢谢。好。掌声下，谢谢。啊，你看啊、哦。